么做，可就是不打自招了。你以后可有个把柄在我手心里。你来多久了？来的不太久。你看到什么了？够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为了郡主的声誉，还请你速速离去吧。此处又不是清将军独占，为何要离开？更何况依山不长的是清将军，该担心清玉的是你才对。还请郡主莫要再捉弄我了。